总统民政，今日整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收看咱今仔智慧轮椅守护爱。啊，今仔足欢喜为大家邀请到是咱大拿住在北院社区医疗部的陈君博陈师兄来到现场，我们欢迎陈师兄。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社区医疗部陈君博。好，啊，所以观众朋友，咱今仔好邀请到咱的陈师兄陈君博师兄来现场的时候，要和大家讨论的是社区健康。啊，可能民众想过，咱来病院拢是民众来咱来病院看病吼，啊，其实哦，即卖时代一定个病啊，不只是安尼哦，咱的病院嘛爱行去社区吼，来关心咱社区民众的健康吼，尤其是咱的社区内底，咱要关心是关心啥？关心咱的老大人，咱的文艺会，咱的老大人，啊，即个老大人吼，其实都需要咱来关心、甲照顾的。所以今天要和咱陈师兄陈君博来讨论，就是讲，咱的大拿住在病院，而且已经十冬啊，咱是平常是要安怎来关心咱社区的老大人？啊，今天要开始咱这部进程吼，先为大家介绍咱今天来接受医疗的 call in 团队。首先是儿子医学科龙玉峰主任，营养治疗科陈廷昌主任，心脏外科陈伟华主任，骨科杨昌正医师，心脏内科李义达医师，急诊医学科施中岳医师，护理部郭如娟护理长，护理部杨淑文副护理长。我按感恩咱医疗团队，你再为大服务，观众们，你有任何医疗的问题哦，写免客气哦，0526480066，啊，咱的团队为大好好解说。啊，所以哈，咱的君博开始讨论咱的社区健康进程，咱先来看咱社区健康因安那办活动的。民国99年最后一天，也是大林慈院举办一年一度社区成果发表会的日子。一早大厅里就挤满了人潮，社区医疗部的工作人员也忙进忙出，仿佛家里办喜事一般，欢喜而雀跃。来自大林镇七个社区的阿公阿嬷，每个人看起来精神奕奕。他们除了特别装扮之外，还准备各项精彩的表演，目的就是要热情参与这场盛会。阿姨吼，我做欢迎有这个机会吼，来遮吼看大家表演吼。其实，咱今外口天气足寒的吼，你若来抵抗这个寒吼，来吼来运动。啊，其实咱大林镇这个物件吼，这方面来吼，嘉义县人口老化高达15.6%，平均每7人当中就有一人是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而大林镇也以老年人居多，因此隐藏许多慢性疾病的危机。大林慈院为了推广健康促进的观念，走遍大林镇各个乡里，目的就是让社区的老人家越来越健康。现场也来了一位百岁邓安邦阿公，让大家见证活到老、健康到老的重要性。那阵较早，迄少年过来老，遐个种在时拢有就起来行路啊，起来起来安尼蒙比啦，比东比西啦。算讲吼，恁来甲杀出来吼，伊看欢喜啊，看着接到个喏，爱都过，算讲要过。太地址太好了啦，还有法度好了解好看好珍惜安尼啦。现场除了百岁人类，还有许多超过85岁的老人家，他们平时不但保持运动的好习惯，更拥有一颗开朗的心，这也是他们越老越健康的秘诀。我感觉讲，我这厝咧有这个机会，哦，食到86岁，佫有这个机会来我参加。我就感觉讲，哦，安尼嘛真满意啦，嘿，啊，今日咧，个即阿公阿嬷咧，拢表演甲真好，哦，啊，大家真好表演，我感觉讲，哦，安尼，咱嘛是爱个加油啦，哦，爱个大家认真学习。就无咱看到影片哦，其实足趣味来讲，咱一般人大家咱想讲，老大人可能拢筋骨吼，脚手拢较无方便，拢可能拢坐轮椅无都做活动。其实咱影片看到讲，这老大人拢足活泼来咧，足有精神的吼，安尼吼，看起来像少年人差不多吼。啊，其实吼，咱知影讲，咱社区医疗部就是要带这老人，可能会当加重的。啊，是不是甲咱的观众朋友介绍讲，咱
当初咱是安那社区医疗部要来重视咱这个老人的健康，啊，咱要安那来办活动？是，因为咱知影讲咱病院吼是咱分家地区，当初要设立这个所在是而且医疗资源真正足欠足缺乏的吼，所以咱当家这个增加所在设置这个大人组织病院哦。但是咱所以咱甲都市的病院无啥共款哦，咱要照顾的乡亲的范围是真正足大吼，因为咱要照顾到分林关、甲咱嘉义地区吼。那所以咱的做法其实无阿多像都市的同款的病院同款吼，咱所以咱真不管是顶一任的咱的林俊龙院长，还是讲咱即卖前院长吼，真正拢真正重视咱病院的功能吼，所以咱唔是不只是讲单，拄仔咱主持人嘛讲，咱唔是干阿讲单病院内底做疾病治疗的部分吼，咱嘛希望讲会当把病院这个功能吼，会当发挥吼，会当拓展到社区里面吼，怎么样把咱的病院的功能吼，会当当社区更加的发挥吼，所以咱就知影讲，迄个预防医学是真正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吼，咱唔是干阿单，好，咱病院开伫遮，当看病的时阵，啊，病人则来遮，则来遮来找医生吼，咱会当是毋是讲，当要未看病进前吼，咱就会当透过一寡饮食的控制，啊是讲运动一寡健康的观念吼，咱会当来甲民众分享吼，啊，这嘛是咱咱这个所在，咱一直希望来讲，咱会当安怎个发挥咱病院搁较大的功能安尼。哦，其实看着讲，咱像咱老大人安尼，影片中看着，因拢足健康，看起来拢无像咧看病，所以其实。比如是加重，身体就会健康。是。啊，像咱，即无咱知影讲咱大呐吼，其实咱也并冇讲着，讲咱是咱人口上算是15.6%是老人、老岁仔人。安尼咱大呐是要安那来推动，到有啥物目前是安那来做咱的社区的关怀，是讲观众们介绍者。咱知影讲咱分家地区哦，目前是咱台湾地区内底上咱人口老化上严重的一个所在吼，咱嘉义县是全国第一名，云林是第二名吼。咱知影讲，即马台湾渐渐迈向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吼。啊，目前咱分家地区都拄到这个状况吼。咱若去社区，咱就看到常拢看到，少年人拢去台北去其他的都市去啊食头路吼。啊，咱社区拢剩的拢是咱的阿公阿嬷。啊，咱都嘛咧思考啊，咱也知影讲，咱未来真正咱要面对的是讲，拢是老人的这个社会，所以咱这个所在，咱要啦，搁啊拍拼来，针对咱阿公阿嬷来做一寡努力啦吼。所以咱病院进前还未开始运作，咱的时阵，咱都单大啦，咱都成立了大林镇的社区健康营造中心，已经到即马已经嘛在要将近11栋啊吼。那当这个过程当中，咱就一个例来甲因。跟他們溝通吼，啊来找看嘛，讲是不是有咱的社区的一挂里长啊，还是讲一挂好朋友吼，因嘛是真重视讲咱的民众的健康吼，啊咱到目前嘛已经足侪例吼，拢真认同，啊嘛真重视讲咱一挂阿公阿嬷，咱拢当增加所在，啊咱想要来帮助伊较健康的，所以咱就当活动中心吼，啊办一挂活动，啊咱医生咱就护医生啊，护士啊，是讲一挂护健康的，咱拢会当去啊甲因。分享一寡健康的观念，啊，甚至帮做一寡健康的检查。所以咱拄只咱当影片，咱就看到，咱就当5年前，咱就想讲哇，即马已经足侪例个啊。啊，想讲拄着咱就过年要到啊吼，啊，是毋是当要过年之前，咱会办一个成果发表会，啊，甲大家拢邀请过来，吼啊，大家来分享讲，恁看到别个例做到啥物成果是啥，啊嘛分享家己个例成果，啊所以大家嘛真欢喜啊。刚刚平常时拢讲当甲阿公阿嬷拢当家己个例咧活动，啊唔办喊咧讲会当去到一个所在，当甲大家安尼分享，所以这个活动我嘛是感觉办一个成果发表是真正足重要的。就咱头也平毛看着讲其实咱是你像你讲着讲，咱甲咱大你阿公阿妈拢靠过来，我咱在讲咱老大人像拢较避暑，拢想讲啊，我身体较无方便，所以无想着讲现在处理安尼拍拍照，啊像咱呢慢慢改穿，告讲啥物故事，还是讲啥物你的成，咱的成果，咱甲咱观众朋友分享起来讲，其实老大人唔是像咱讲的遮避暑，遮无想要动安尼。其实一开始咱知影咱阿公阿嬷吼，因其实平常时以前拢做事做习惯了吼，啊你要叫伊来参加活动，一开始嘛是足无习惯的吼，啊想讲啊都敢若足麻烦的吼，啊
当初边计边爱开讲就好啊吼。啊，但是渐渐的，伊嘛感觉讲，因为咱当初的咱饲细吼，拢去楼口食头路啊，有当时啊孙啊嘛是拢去上学吼，啊，所以利用这一礼拜，不管是一届两届的这个时间，因都感觉慢慢的感觉讲，袂歹，当厝边计边一挂老人吼，啊，咱当活动中心吼，啊，唔是干啦。泡茶啦吼，啊会当，大家安尼让食伙啊啊开讲一下啊运动吼，啊当时啊听一挂课，啊甚至是讲一挂咱的迄、那个一挂比较年轻的一挂妈妈们吼，那因会来带一挂活动哦，做一挂环保的手工艺品啊都有吼，啊因会感觉嘛是真趣味啊吼，啊所以渐渐的有的甚至讲咱像讲咱当明华里啊，那么听那因嘛是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因就发现讲啊，运动啊吼，袂歹呢，啊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休闲的活动啊，所以因按一开始一届一礼拜一届活动，因到即马吼，逐礼拜暗时哦，逐天的暗时，每礼拜暗时，每天的暗时哦，因拢在活动中心啊，大家都食饭饱吼啊。休困一下，啊，就当活动中心，就当他做运动，啊，做一挂健康操，一个社区就越带吼，就越拢感觉就越有活力吼，啊，因为咱知讲咱社区拢少年拢无伫啊吼，拢伫楼口咧拍拼，啊，但是咱若去咱嘉义地区的一挂社区吼，你感觉拢爱点积极吼，但是有一挂社区因为安尼带动吼，啊，活动中心吼，嘛不是咧关门啊，会当做一挂活动，所以就无咱看着讲其实。慢慢啊，考慢慢啊，考，咱老大人愈来愈少要动吼。啊，其实像你讲，一开始一礼拜一届，到最后变做逐工拢家己咧办活动，其实呢做很了不起的吼。啊，其实咱在讲咱社区医疗部不只是咧办活动，带咱的阿公阿妈做健康安尼健康操安尼，其实咱毛做一挂健康的检查，各有一挂癌症筛检，所以先来看底下这个药品。清晨五点，顶着不到五度的寒风，社区医疗部同仁已经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前往百年元旦健走的活动现场。连续举办第九年的元旦健走活动，是大林慈院结合大林镇社区团体一年一度的重头戏，每年都吸引六七百位的居民共襄盛举。社区医疗部同仁也在民众健走的途中，试试地上毛巾汗水，让民众感受到寒冬中的温暖。除了有益身心的健走活动外，大林慈院今年更结合子宫颈抹片、乳房摄影、大肠直肠以及口腔等自来筛检，为民众的健康把关。社区医疗部的钟瑞儿年年都会参与这样的活动，他在服务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筛检的重要性。除了配合他们做路跑之外，我们又多了这个癌症筛检哈。对啊，然后我们也希望顺便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民众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癌症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那也希望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医院也有在做这样的检查，那可以让他的亲朋好友，今天没有机会来检查的，未来能够到我们医院去做检查。为了让活动更具意义，嘉义科林明南主任也加入行列，为民众进行口腔筛检。除了卫教观念的传播，他也期望民众能够在筛检中早期发现潜在疾病，早期进行治疗。因为慈济每年健走的时候，他都有来这边举办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说顺便也帮自己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如果有需要赶快治疗的，我们要尽快听医师的建议，赶快去接受治疗。好，这个时间。就无咱看到讲咱的活动，其实吼会做侪种的嘛吼，可能讲像咱杨皮是讲咧元旦健走吼，啊是甲咱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咱社区内部一般咱办的活动拢是结合什么款的活动较侪，还是安那来办咱的活动，目的是安那？咱目前啊，咱当本院这边办举办的社区的活动啊，主要包括讲咱的健康讲座啦吼啊。包括咱拄只影片面顶看的一挂癌症的筛检，或是咱的健康的检查吼，啊，过来就是讲一挂健康促进团体，像讲咱咱社区活动中心办一挂一对老人的老人健康促进团体，啊，是讲一挂减重班、戒烟班安尼，这方面的活动安尼。啊，像咱就无咱一般咧讲办减重啊，还是讲在健康讲座告公发现讲较歹去做。还是讲咱老大人讲较歹接受，啊，到啥物咱安那来帮因，好啦，会当接受这个物件呢？其实咱即马
咱社区要推动的吼，咱癌症筛检其实是一个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推的事情啦吼，因为，咱嘛知讲整下，咱整下所在吼，一寡老大人对癌症有闻癌色变这个观念吼，那当下咱，咱你家问讲啊，做一寡调查讲啊，恁有厝的人有一寡癌症的，因为听到拢会足生气，你刚刚该，刚刚该触眉头，触眉头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啊，用一个方法讲，啊，你像讲问大肠癌，我同伊问讲，啊，你进前有开过刀无，还是啥物？啊，用一挂方法来问出一挂端倪，然后啊，所以在癌症筛检上面，有时候一开始，尤其讲咱知影讲咱，针对咱妇女朋友的一挂抹片检查吼，啊，还是讲乳房摄影检查，那有时候他们会比较害羞啦吼，啊，唔知就是不知道，我想要检查了对。啊，所以咱就是嘛，真感恩啊！咱包括咱妇产科，尤其讲咱家庭医学科的女医师吼，咱拢尽量来安排吼啊，希望会当讲，互因比较让我们的那个妈妈们啊，还是讲像阿嬷吼，比较能够接受。但是咱目前咱咧几啊年咧推动来吼，慢慢啊，包括咱的去社区啊，一挂卫生所，伊嘛是足积极的。啊，所以咱嘛看到讲，即慢慢发现讲，有一挂阿嬷吼，还是讲一挂阿姨吼，伊会用家己本身的接受检查的那种感觉啊，也甲因其他的人分享，哎，也讲哎，这个检查真正是足重要，啊，就拢不会什么不舒服哦，啊，也帮忙就是说，跟人家分享哦，啊，帮忙就是鼓励一下呢，啊，所以原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啦，咱感觉讲，伊唔是家己观念改变哦，万一讲去做健康检查，伊嘛会当去甲人分享，拢改传出来就对了。所以今天咱讲，在社区经营唔是讲一家的代志俩，是爱一个力的，是一直做这个，就准无你讲安尼，可能一开始做歹做，慢慢就慢慢来接受，慢慢来接受，啊来了，万一出来。到三江，甚至咱帮咱扣人嘛，吼，是安尼。因为咱知影讲，因为咱毕竟咱病院的资源有限啦，吼，咱安怎阁派较侪医师甲护理人员，其实拢无够吼。啊，上重要就是爱靠，咱都爱透过社区的资源力量吼，来做伙来做吼。所以包括咱即马，咱拄只讲的原来定的营造中心啦吼，咱拢尽量来甲里长，然后来甲卫生所安尼来合作安尼。哦，所以变成是咱的。卫生所啊，咱政府含咱病院拢带咱合作回来帮忙，即老大人的健康来照顾。是啊，所以有没有？其实咱这社区健康照顾不只是照顾咱的老大人了，其实咱今嘛今年咱在阮的社区也不，触角更关心到另外一个地方，关心到咱住在环保站，咱的环保志工哦，所以咱来看银行环保志工的故事。2002年，为了将健康促进的观念带到社区，把爱传到村里，大林慈院开始积极协助嘉义县卫生局举办复合式筛检活动。每个月轮流到全县18乡镇巡回，自都需要动员数十位的医院同仁，以及100多位来自云嘉地区的社区健康志工。犹如将一座大型医院带到当地民众眼前，除了一般的成人健检项目，还包括多项癌症筛检。2010年，社区健康促进的触角延伸到各个环保站，只是为了响应上人体贴环保志工的心意，社区医疗部便开始着手进行环保站健检，让平常忙于资源回收的志工们受到医疗的照顾。首场就来到大林环保站做视力筛检，而花莲慈济大学医学系许明木主任特地前来指导。多年来，他致力于东部的帮忙计划，承接北兰，凭着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也希望能为中南部的民众尽一份心力。我是觉得大林的社区健康社区，他们做得非常好。那眼科只是说再参与进去，把它做得更多更好。那目的在就是照顾这些是我们自己的老菩萨，这些所有的居民。看到环保志工一一做完视力检查，大林环保站负责人谢国雄师兄对远道来访的医师和热情大林慈院同仁，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恩。就是今天这个活动感受是真好啦，有的人视力感觉有问题哈，伊都。刚刚想讲，我都有看就好啊，拢未想讲要去找医生啊。啊，即嘛今仔日顺这个机会，就等于那像义诊相像，帮咱看目睭的迄个爱顺抓，搁再搁有送目镜号的，伊就大概也满意啊。好，即无咱看人讲吼，咱
上面知影做照顾咱的环保施工，原来环保技工是对咱地球咧做照顾。啊，所以是不是刚刚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当初是安那要来照顾这环保技工？咱知影讲咱平阳吼有清安居嘛吼，啊种一挂老那个阿公阿妈他们家做日间照顾，啊有当下咱就想到讲，咱环保站其实嘛是咱一种的清安居啊吼。咱知影讲咱环保站内底真侪老婆山吼，啊伊唔是干。偶尔去呢，是打工拢去吼，啊，真正是做到退而不休吼，啊，每天咱等下为咱的环境来拍拼吼，啊，但是咱有当时啊，嘛有听到讲，进前我印象一概最深的，就是有环保站的志工，伊做环保做到一半，啊，就感觉心肌梗塞吼，啊，就来，互咱想着讲，咱的环保志工的健康，咱是不是嘛爱来给照顾一下吼？啊，有这个想法，咱就开始去做规划，因为咱平常时拢做真侪健康检查活动吼，啊，我就想到讲，是不是嘛，当来针对咱环保之间做一挂简单的健康检查吼，啊，但是我嘛想到讲，唔是干那健康检查安尼啊，尔，咱嘛是希望讲，是不是当定期吼，啊，邀请咱医生、咱护理人员吼，会当来做一挂健康关怀吼，啊，多一些叮咛哦，啊，像安尼旧年安尼做来吼嘛，真正发现到讲，有。真正有咱的环保老婆山吼，有慢性病啊吼，一挂糖尿病，啊伊啊是讲高血压，啊拢无按时食药啊，无咧注意，无咧注意嘿，啊咱就会想讲，因为大家嘛知影讲医生啊，大家拢爱听医生的话，咱就把医生请来到咱环保站吼，啊甲因做一挂叮咛安尼，啊希望讲会当改变一挂讲对健康的一挂行为吼，啊能够更重视自己的健康。所以咱咧做过程中来讲，到发现讲，真正有一挂老婆婿，真正是安尼，啊，变作讲咱家讲了伊的健康个愈来愈好。另外，咱当病，咱大人的环保站啊，都一个咱的环保技工啊，咱的一个美风师姑啊，啊，拢平常时拢介做实习啊，啊，拢出出入入啊，一届咱来去遐做一届血糖的检查，啊，就发现讲哦，血糖敢那比有较悬一挂吼，啊，虽然讲也唔免讲真食药的程度，但是有一挂较悬一挂，啊，所以伊家己嘛有小寡惊着啊吼，啊，所以伊嘛真重视啊吼，啊，就开始甲伊讨论讲，当饮食方面，啊，一挂当运动方面，会当安怎过来好好来控制吼，啊，是不是会当个较健康吼，啊，我啊感觉讲安尼，能够当第一个时间吼，咱。因为咱知影讲，早期治疗、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嘛，咱会当啊未到一挂真正变作糖尿病的状况诶进程，咱都会当透过一些饮食啊，是讲运动吼来改做一个提醒，我感觉是真好的办法。所以其实环保站不只是咧做环保，你买单照顾家己的身体，注意家己的健康嘛，吼是。啊，就安尼，像安尼啊，真正是听起来跟真咧直播吼，听起来真正恁做诶代志真侪。社区老人、老大人的照顾，啊，搞讲咱的健康观念的推广，啊，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安尼是不是讲像你安尼一路安尼做过，你家己有什么心得，还是讲你感觉收获上大是安那哩？其实真正若要做社区的服务，真正是一个真辛苦的代志啦，因为毕竟咱配合咱社区民众的时间，所以阮真正是爱。利用咱拜六礼拜的时间，甚至是暗时的时间吼，像讲，今仔日这个暗时的时间，阮都当然伫楼口咧做半片的检查，但是我是感觉真重要的是，咱病院吼，就真侪医师、咱的护士吼，拢真正支持，且感觉是真正足感恩的所在。所以真正感觉咱做干军部今仔为大家分享，大家其实病院吼，不只是恁来病院看。其实咱嘛是爱行出去，好好来照顾你的健康，希望咱大家做伙努力，能够让你的健康更好。感谢您的收看，最后人与手腕下礼拜。